淡水爆蛋美食。淡江大学学生最爱的宵夜是什么？黄金蓝带鸡排，好像鸡腿的肉咬下去那个会爆浆，真的是死透，让它把鸭子这样去给它焖熟。老板是英国人，会讲英文哦，那么好嘞。夏天吃这就对了，帅哥我赞了，赞了，赞了，赞了。旅行乐团每周日晚上八点，卫视中文台。